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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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好，请翻开讲义到69页。我们看上道大师对这段经文第三首偈语的解释。愿往生，愿往生，弥陀化主当心坐，花台独迥最为精，白翼摩尼兼杂宝，夜夜庄严向自成。正坐以来经十节，心缘法界照慈光，蒙光触者尘劳灭，临终见佛往西方。道比花开入大会，无名烦恼自然亡。三明自然称佛愿，须臾合掌得神通。彼佛身闻菩萨众，尘沙散速亦难穷。愿我今生强发意，彼命往彼圣人从。众等倾心愿往生，手执香花常供养。这首偈语呢，和前面两首偈语合起来，它是要显明阿弥陀佛的报佛功德。我们看下面标的文字。那么第一首偈语呢，是要显明分身浅化之报；第二首说呢，因缘酬果之报；第三首就刚才念这首偈子是净土成佛之报。啊，这三句话可能要看观经书玄义分才能比较了解，因为阿弥陀经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它是非常重要的，来解释阿弥陀佛的名义。那阿弥陀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位格的佛，这个必须给出答案。可是观这个阿弥陀经的法师赞，它并不是如同观经书那样啊文文句句的解释的，它是以赞偈的形式，所以它这种解释呢比较含蓄。同时呢它也比较有它自由发挥的地方。像这里的三首偈子和观经书那个问答的地方，观经书问答的地方我们不妨翻开圣教集啊，在续分一的第六，和会经论问答这个地方到484页哈，484页，他就有问答啊，问曰：弥陀净国为当时报是话，大约是报非话。他底下就是，说了三引了三部经。三个的理由，第一个呢说大乘同性经，西方安乐阿弥陀佛是报佛报土，这就是净土成佛之报。只要在净这个引用的经文没有完全完整，那么大乘同性经是说呢，只要是在净土成佛的都属于报佛，那秽土成佛的呢属于化佛，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些都属于净土的报佛，这是然后下面引无量寿经呢，法藏比丘在释迦王佛所行菩萨道，发48愿，一一愿言等等。经既成佛，即是酬因之身也。这个呢，就是所以报佛是，酬他因地的愿行而感得果上的，所以报佛果上的
这个报体，所以呢叫做因仇果怨之报，这也是用无量寿经的48愿成就来说明他是报佛的。接下来用观经上辈三人临命终时皆言阿弥陀佛及其化佛来引此人报身兼化，就是报身啊，因为兼这个化佛嘛，那一定是报身兼着来的，所以呢用这三个来证明是报。那我们看我们这里的三首偈子，第一首偈子呢恰恰说的是分身浅化往相迎，那这样呢就是报身兼化啊，分身浅化之报。第二首偈子呢就说彼佛从因行苦行，那这同因同行至菩提啊，这都是从他因行果报来感得这样的报佛报土的，所以是因愿酬果之报。那刚才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呢就是净土成佛之报，所以他这个表达意义也非常的善巧。弥陀化主当心作，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教化主，是主人，当心作，这个心呢就是核心，以阿弥陀佛为中心为核心，花台独迥最为精，阿弥陀佛坐在大宝莲花七宝台上，独迥就是说特别的殊胜超越，而这个花台呢是非常精妙的，最为精妙的。那么在观经里边呢都有介绍叫花座观，所以白衣摩尼兼杂宝，就是每一片莲花叶每一片莲花叶之间呢有500亿摩尼宝珠啊来装饰庄严教室，中间还有种种的杂宝来庄严，所以叫百亿摩尼兼杂宝，夜夜庄严像自成。每个莲花叶有多少脉，每一脉要放多少光，每一光又怎么怎么样，所以每一叶都非常的庄严，这庄严像好啊，非常的奇妙严厉，所以呢自然成就无量庄严。正坐以来经十劫，心缘法界照此光，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所以正坐就坐在莲花座上，这已经经过十劫了。我们看到这里啊，这首偈子呢说了两个坐，第一首偈子呢也说了两个坐，说一坐无疑亦不动，微微独坐度众生。这里说弥陀化主当心坐，正坐以来近十劫，这佛的一向啊都是有它的意义的。那么在净土的佛所显现的那一定是坐的，来到娑婆秽土度众生的佛呢来迎接我们的一定是站着的。这坐因为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坐，反来覆去的读就觉得它这个字是有特别含义的不然这么短短的几句话用了4个字，而且这里说正坐，正就是不偏不倚不摇不动很稳当。坐呢其实是最能反映一正一体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因为我们坐在那里能坐的就是这个身心所坐的呢就是这个像我们坐的就桌子床禅凳那么佛坐的是莲花座，我们看到一个坐的形象就知道你坐是一个环境嘛，你所依托的环境，那刚好呢正报的身心和依报的环境是一体的，在坐这个形式是最容易反映的。不过如果讲到佛来讲，他这个坐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所坐的它是以法界，就人坐的就是他的智慧，报身佛的智慧，那么所坐这个环境就是理，就是静智敏和在佛教讲的这个词静就是我们的环境，智呢就是智慧，静和智是恰恰相合的，完全敌体相应的，就是静智敏和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叫坐，安坐很安稳。就佛菩萨阿弥陀佛当然坐是以法界为坐，他整个法身也遍布，所以他这个叫正坐，毫无偏移，那这样就给我们非常的稳当。
你像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他的像哈，当然也有坐的，但是也有那种两个腿垂下来的，那他这个坐就是还没有正，就是还没有成佛，就他还有那两个腿垂，他有两个腿垂在地上，还没有收起来，就他对整个这个法界的这种正悟的镜像，无明还没完全破除，还有那么一点点没拿上来。他成佛了，不可能两个脚放下面的，一定是端端正正的坐在那个地方，他非常稳。这是代表净智敏和的境界。心缘法界照慈光，这句话也是很有讲究的。这句话其实是说的，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蒙光处者成劳灭，这里说的是无所障碍。成劳就是烦恼啊，成劳这个烦恼业系啊会障碍我们，可是阿弥陀佛的光一照呢就灭了，就是无所障碍。心缘法界，这法界怎么理解呢？啊，先解释法界两个字。法界在佛教里啊法是一个非常是无所包含不包含的一个概念，一切都是法，所有的一切有为法无为法，色法心法，就是宇宙万有一切的现象，一切的存在，那么佛教里边就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做法。不管是什么都是法，好了坏了，善恶凡圣染净，所有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精神的物质的啊，有为的无为的，圣法凡法，全部都是一个字说完了，就是法。那么法所有这一切宇宙万有这个包括就称为法界啊。比如说我们讲商界啊，学界，或者讲政界，就是商界就是跟商业有关的一切的事物，这就叫做称为商界。界是一个界限，是一个范围啊，是一个区隔。那么你比如商界来讲，你跟商业扯不上关的，当然就不入界的商界的范围。那只要跟商业扯上关的都属于商界啊。学界呢，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界别啊，你只要跟这个学相关的都属于学界。那我们想法界呢多大，有什么跟法不相关？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法，连头发丝也是法，像尘埃也是法，这个蚂蚁也是法啊，这空气也是法啊，这个佛坐着也是法，所有这一切，那么它的界就是没有界，没有界这个边界的称，是就是刚才讲的宇宙万有完全罗列在内，这就是称为法界。那么这个心缘法界呢，你想这个心缘多大，那所有没有一切不在阿弥陀佛的心之内，因为一切都是法，所以他这个心呢是遍缘一切法界，这就非常的广大。那法界我们佛教里面呢往往说十法界，十法界不是说有十个法界，是说法界是整的整体的，那么这当中呢可以有十个纬次或者十个界别的分类，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学界商界政界它分成几个级别，这十法界就是六凡法界和四圣法界。六凡法界就是六道轮回，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阿罗汉好把那个阿修罗人天这六凡法界，然后呢声闻缘觉菩萨佛法界，这十法界其实是一个法界，但是呢分成这十个界别来说明的啊。地狱法界有它的一个范围，缘这个字也是含量特别广大的。我们佛教里边也有很多词啊，一些词一些字它的内容特别的丰富，像法这一个字全部都包含了。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语言系统当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名词概念像法这样能够收拾所有的，就是一切都给它收在里边，就是叫做法。你看你没有任何一个词有这么大的一个容量，你什么词有这么大容量，你找不到第二个词了。
对，往往说我们讲话都是很局部的，跟着佛的一个法全部都包含在内容。还有圆这个字能人量特别的大啊，什么用圆就说完了，圆好啊坏了，不管怎么样用圆就解释完了。而圆这个字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应该说很有感觉的，在语言当中也经常用的啊，我们有缘呢，哎，我跟他没有缘，等等。你说吧，查字典他也未必能说得明白，但是在语言当中呢，他经常会用，而且用得很恰当。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无缘是对面不相逢，这不是很自然的话吗？就讲缘这个字。那缘呢，从它的字根原始的这个本来的意思来讲，它是衣服的这个边线啊，就是这个角，这是条边。缘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啊，一种链接。这里我想打个比喻才好说明，心怎么缘法见。你像这个火啊，火是以木头为缘，以木头一切可燃烧的物质作为缘。那么比如我这里一个火种点着了，这个有一根木头，它就顺缘，缘就沿着这条线顺这个木头滋滋滋就烧过去了。那中间如果是土呢，就绝缘了，土跟火是绝缘的，没有缘。那像电呢，像电就是以金属一切可导电的这个媒体再载值作为缘。那这里有电，如果一个金属线擦就到那里了，就缘就顺着这个线就过去了。那中间如果橡胶呢啊，叫绝缘啊，所以的电工啊操作的时候，他叫在橡胶时穿橡胶的鞋啊，保证安全的，这样不会被电所急了，就绝了，缘就绝了。那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心要缘怎么缘啊？就靠六字名号刺就来了。那你不要念六字名号，你杂心杂修就绝缘了。那你要造恶，那更不用说了，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的导体缘。你像我们的眼睛，眼睛是以什么为缘呢？眼睛是以色法为缘，你这一个什么颜色什么物体，哎，它就看得过去。所以这个眼睛也有眼的范围，色法是眼的见，眼的这个界别。那鼻子呢是以香气为缘，哎，什么香气闻过去了，它就闻到什么香味了。所以鼻子呢是以香为它的界。耳朵是以声音为缘，什么声音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耳朵它这个界别又不一样，是声音的，这互相之间是不搭嘎的，我们凡人来讲是不搭嘎的，你眼睛都不能看到声音吧，对不对？你比如说拿眼睛，哎，这个人那个什么声音，我用眼睛看一看，看不着啊，因为鼻子也不可能闻到那个颜色啊，这什么颜色，是黄的是黑的，拿鼻子闻一闻，黄色是眼睛闭上，然后鼻子闻一闻，你闻出颜色吗？这个就是所谓的界。界不一样。那阿弥陀佛这里的心缘法界，刚才讲了，法是一切总括之内的，所有没有像眼界这个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界别，那都属于法界，都没有超越的。那我们讲心呢，心缘法，眼是缘色，耳朵是缘的声音，眼耳鼻舌身意根第六意识呢是缘这个法，这个法就是很多了。那你耳朵听到声音，眼睛见到颜色，这个都是法。所以而且这个大脑呢，第六意识呢都可以有这个作用，可以圆着它，可以来思维啊，分别想象，所以第六意识它特别的活跃。当然第六意识也是我们凡夫心意识的一个作用。那阿弥陀佛的这个缘法就刚才讲，所有这一切万有啊都是他佛心所缘的范围对象。那同时呢，以善导大师以塔染大师的解释说，法界者是众生心法也，因为一切万法由心出生啊，所以法界就众生心法，这样缘法界就是缘众生的心。佛到我们的心中来一定要从空中过来吗？不需要，因为它是以心为缘，那么你的心一动它就来了，就到了，它因为这个之间它是沟通的，它不需要通过虚空作为媒介作为媒质，
像我们世间的光明，如果你从这光到那里去，你一定要通过空间传输传播。那佛法它是心里缘，所以你心只要是一念阿弥陀佛，它是缘嘛，它就来了，所以它不需要，不要那么复杂。所以在观经里边，你看啊，我就突然想到观经里面啊，这个维提西夫人在牢房里边，在那里哀切痛悔啊，在那里哭，哎呀，世尊啊，那个现在你看我坐牢了，没办法看你啊，那个你能不能派阿难来看我啊？哎呀，世尊啊，就在那顶礼，向佛的这个灵鹫山顶礼。然后经文说呢，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他一圆嘛，心一动他就圆到了嘛。释迦牟尼佛怎么样？从奇蛇毒山末，从王宫出，就是他就从那里面就隐没了，从这里出来，他不要从虚空过来的，因为你一个圆一动就来了，这就是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佛就到我们心中。你说怎么来的？是从空中来的吗？不需要的啊，他就在这里。这个缘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缘是非常灵动的，所以心缘法界。那我们而且把这个法解释为众生心法，他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就觉得佛跟我们半点不离。所以佛法是心法啊，这个心法呢，就要用心，要用心来听闻，要用心来感受。我们很多人学佛法，特别知识分子啊，觉得脑子灵光的，都用头脑子来学佛法，那个是很笨的。用大脑怎么能学佛法呢？脑子是学不了的，脑子就是推理呀、思维呀、分辨呢，这个就学了一大堆一脑筋的知识，这跟佛法是不搭嘎的，不相关的。一定要用心，因为佛法是心法，你要用心来听，要用心来感受它。心就成为心的需要，成为心灵的需要，心灵的渴求，这就听得懂了。用脑子听得懂跟你没有关系，你头脑听懂了跟电脑看懂是一样的，当然了还是有点的差别。那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了不起的手段一样。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学问做得很好，但没有心，脑子很灵了，心就笨了，脑子笨笨的，心反而很灵。当然也有脑灵心也灵的也有，为什么呢？因为脑子灵啊，他就是喜欢那个分辨，喜欢思维，所谓的所知障碍住。而且这个脑子一灵光之后，他会发生政变。他怎么发生政变呢？他想做主，他不让心做主，我是老大，你看我多灵感，就好像那个副手啊、助手啊，还有那个部下，他特别能干，然后呢，主人就是你就不能干了，给你封起来了。他等于就是发动了宫廷政变，把王给关起来了，就像那关经里面一样，把这个王囚禁起来了，他要做老大了。你所以很多人他都是第六意识来分别，一动他不用心来感受，就是脑子很灵的，那跟电脑一样没有用。现在电脑时代，大家用的什么都是脑子，把心给封闭了。所以心现在人都不用脑，不用心都用脑，这个就麻烦了。那有很多人啊，一些农村的老太太，我们特别愿意跟她打交道。那你为什么喜欢跟她打交道？是因为她很聪明吗？恰恰相反，她笨笨的。但是笨笨的里面有灵光，为什么？她心很灵，她脑袋很笨，又不识字，讲什么事情呆呆的。但是呆人很可爱呢。那是因为她呆可爱吗？不是因为呆可爱，是因为她脑子虽然那么不灵光，这反而她的心就容易做主。这个心啊，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他对人对事一片真诚，很柔和。你讲到念佛，他就满脸放光，哎，他就很愿意念。这样的老太太很多的，他就是用心在追求佛法，用心在感悟佛法。所以他脑子虽然笨，但是心很柔软，很灵动，他就给你生命的活力，他就给你心灵的一种震颤感应，你就愿意跟他打交道。这个脑子好用的人啊，真是让人讨厌，因为他讲什么都强势，他脑好用啊，咔咔咔一脚你没来的啊，心很刚硬，心很笨，这个人其实很笨的人，这一脚给他踢到旁边算了。他就这，所以大家我们宁愿脑子笨，不要心笨，脑笨心灵要比老灵心笨强得多，是吧？所以到最后来讲，其实啊，法然上人说，还愚痴生极乐。还愚痴就是说让这个脑子让它笨起来，不要用它。
所以心缘法界，就阿弥陀佛这个心法用心来缘，而我们要用心，也要用心。所以经常说读书你不要用脑子，要用心啊。说怎么不用脑子，用心怎么用啊？这个我也说不明白。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用啊，你可以听闻，但是不能完全倚仗他。你倚仗他就不行，你要驾驭他。像国王，你要驾驭大臣，你能驾驭的好，他能为你服务。你完全的被他夺权了，你就不，那你这个国家不颠倒不乱了吗？就乱了。所以王不成王，臣不这个做臣下的不像臣下，做王的不像王，那就是国家颠倒了。那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我们思维、记忆、推理、分别，但不能以此就为骄傲，以此就为啊万事大吉了，以这个就了不起了，这个都是一个小 case。他要为你的为心灵服务啊才好。照慈光啊，佛的光明呢，用慈来说明它。慈光，这光里边有慈爱，这光当中，这个光照过来就能拔苦娱乐，这个功能功效啊，很暖我们的心意，这就是慈光。那阳光，阳光有这功能吗？没有啊。但阳光也有功能，它为什么阳光？它能给你阳气啊。有的人看阳气不足，叫他多晒晒太阳，身体啊阳气不足，那就要补充点阳光。这个阳光是因为里面有阳气啊。如果给鬼啊那个妖光就有阴气，那给大家照上了麻烦了。那所以佛的光明是慈光，然后我们底下会说到十二光明，欢喜光、智慧光、清净光，那光里面的功能大，这种光照着你多舒服啊，是不是？蒙光触者尘劳灭，临终见佛往西方。尘劳，尘的是尘埃，劳呢就是辛劳、苦劳，劳劳扰扰，很就是操劳。所以尘劳用这两个字很形象的说明是一种烦恼，烦恼像这个尘埃一样蒙蔽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能安住，让我们的心啊牢牢不能够停息下来，所以称为尘劳。蒙光触者，你看这个触字很好，这个触啊就是一碰着啊，好像我们在开关一碰着它，你看佛这个光一下子照着你的心，一触上轻轻的啊，用轻字不可以来形容了，一触接触上了，就是很轻松的当下呢，这个尘劳烦恼啊就消灭了。这个消灭呢是灭掉它的业系的果报，就你造了三恶道的罪业，本来是要堕落三恶道受苦的，可是这个光一照，你念阿弥陀佛，什么叫蒙光触者？你念阿弥陀佛的人，佛光就照耀到你了。因为佛的光明就是佛的这句名号，佛的名号还是佛的光明，你不念佛就没有照到，你一念佛你说没有照到那是假的，你说没有照到也照到了。就好像说这个光，太阳的光已经通过那个墙的孔已经照到这个桌子上，有一个光斑了，你说没照着，不在这里吗？不在这里怎么会有光斑？如果佛光没照着你，你能念出那阿弥陀佛吗？你念出那阿弥陀佛的当下，就是佛就这个光已经照在你的心中了，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蒙光触，蒙光触者尘劳灭，临终见佛往西方。只是我们很多人呢不认识，比如说太阳光啊，现在我们很少见这景象了，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啊房子破破的啊，太阳一起来会照到地上，通过那个墙啊有些缝啊，就照地上，就是一块块大的小的，我们就在那玩，哎，这个光那个光，小孩就在那个玩。现在的佛法也照在我们心中了，可是我们不认识，然后我们到旁边去找，就要找清净心，多可怜，简直是啊，这个脑子就是没脑子。就是佛法就是明明在这里了，这个佛光很显要的在你心中念了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光柱在这里，然后他把它放旁边说，哎，这个不可爱，这个不管用，然后呢说我要达到什么清净心，在光所照的这块土地上在这使劲挖啊，使劲在那里敲打，然后在那使劲搓，弄出一个什么玩意出来，费劲啊，用不着啊，这个就是毫无意义的，还在修一个什么，就是这样念佛就可以了，
开光，这不就开光了吗？这做的无用功，这无用功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然后使劲在那做无用功，像握手一样，那个大人物领导人物来了，你手握上不就可以了吗？这样不行，搓搓出热来，搓出这让被你握的人就觉得莫名其妙啊！就是握手碰上就可以了，为什么还一定要搓呢？皮都给搓掉了，对不对？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把六字名号使劲搓，还搓这就可以，很简单的事情。那蒙光触者尘劳灭，一接触就可以了。到彼花开入大会啊，这个光。受摄往生极乐了，莲花打开，入阿弥陀佛啊，这个盛大法会啊，欢迎大会，到极乐世界会给我们开一个欢迎大会。无明烦恼自然亡。那前面说尘劳灭，这里又说呢无明烦恼自然亡。到底前面有灭还是没有灭呢？所以刚才说过了，那是这个业系的果报灭了，但是我们无明烦恼的还有一点那个习气啊，那个根啊没断，到极乐世界呢自自然然就消亡了。阿弥陀佛断我们的烦恼，消我们的业障，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方法你们知道吗？阿弥陀佛念佛，什么烦恼灭，什么业，什么叫尘劳灭，我不还是烦恼的要命吗？一点没灭掉啊。阿弥陀佛采取的方法叫做釜底抽薪，知道吗？这个开水烧得很开，他并不是拿一个凉水浇进去你感到凉了，他釜底抽薪，把火也拿掉，你说哎呀我锅还是热的，当然嘛，但等一会儿他就凉了，对不对？就阿弥陀佛他把我们的烦恼是连根断，哎呀怎么断，你是不断你根本看不着，你们没有感觉断，哎，六字名号把刺儿把你烦恼这个火底下那个心抽掉了，但是这个锅还是热的，这水还是烫的，你还在这里呱呱呱呱呱，啊，在这里那个起烦恼啊，这个就是那个习气、余事、余力。要你们自己去体会。所以我觉得阿弥陀佛确实很巧妙啊，这个釜底抽薪法。到极乐世界风一吹，哎呀那无明烦恼就没有了，连这个小锅都凉了。三明自然称佛曰，须臾合掌得神通，话读起来都舒服。三明就是哪三明？宿命明、天眼明，还有这个无明明啊，宿命明就是对过去一切啊，这个没有不知道什么因缘什么来路，哪是哪路神仙看得很清楚。那么天眼明是对未来，什么业力和头是哪里，去何道，没有不清楚的。那无明明明呢，无明，无明就是我们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源，断除无明明。三明就是一切智慧洞达，简单讲就这意思，没有不明的。像我读书我不太愿意在这方面花太多的时间啊，那个查字典就可以了。总之知道就是好读书不修甚解，这个就是你要用脑子，那就会怎么样，就在这怎么读啊，查字典然后背读它，背读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个三明那你就知道说就是佛的智慧就可以了，那对我们来讲三明不过六字名号而已。三明自然称佛曰，自自然然的随顺阿弥陀佛的愿力，就说你到极乐世界一切开悟了啊，跟佛菩萨一样得三明六通，须臾合掌得神通，刹那之间啊都证悟这样的快速的三明六通的证悟境界。彼佛身闻菩萨众，尘沙算数亦难穷。这就是解释下面啊，身闻弟子无量，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就说的很多。
恒河沙，恒河沙也算不过来。接下来这两句话呢，是补充上去的，在我们这当段的经文当中没有，但是是有这个意思。愿我今生强发意，必命往彼圣人从。哎呀，这么多的圣人呢、啊，这么多的圣人，这个声闻菩萨呀、啊，他都是阿弥陀佛名号度去的，都是蒙光触者尘劳灭去的，都是临终见佛往西方去的。哎呀，那我也要去。而且这个愿心呢，一旦发起来，就不退转，不消亡，叫强发意，就是强发愿，这个愿心很坚强，不是那种，所以说，哎，我可往生也可以不往生，不是那种的，是必定要往生不可，不往生就不行。说为什么不行？不行就是不行，那你为什么不行？我既不就是要往生啊，这就对了。哎呀，不行，不行就算了吧。那怎么叫强发意？强发意这就是必定要往生的，不往生就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不行，我就得找你在阿弥陀算账，我就得找你，我都盯住你了，我都赖上了。这佛也怕赖啊，对吧？佛怕赖的，怕恨的，怕你不要命的。你真的找上他了，那他肯定的要救你啊。所以你看念不念机的，愿我今生差不多，那行不行？那不行的。所以愿我今生强发意，这个三个字都有力量。必命往彼圣人从，这个愿心一旦发起，就永不退失，一直从现在到临终，到临死，到死了都不会放弃的。必命啊，这个生命已完毕，怎么样呢？就进入了圣人从，就是圣人很多啊，像树林一样。那我们去了以后，也到这个圣人从，所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这里讲的声闻无量、菩萨无量，它是先往生人的一个代表，诱导我们后面的人，你要跟着他的脚步往前走。所以上海大师呢很了解，就加了这两句话。所以我们看下面的文句第四，强发意就是强发愿，愿心坚固，一发不退。圣人从，就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意思呢是接了下面这段经文，把它说在这里的。所以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所以善导大师啊，他很体会释迦牟尼佛的心意，因为释迦牟尼佛的经文讲到这个地方啊，劝生之意呼之欲出，他马上就到了，就要喊你来往生了。所以释迦善导大师懂得这个意思呢，就引用下面的经文引到这个地方来说，那改了一下，下面说众生闻者，现在把众生改成我，说应当发愿，他把应当呢把改成现在就发愿，这是很贴切的，今发愿啊，愿我今生强发意。所以这也是我们娑婆世界语言众生语言的局限和障碍。那释迦牟尼佛他无碍辩才，但是讲到这个地方，他也不能，虽然他的心意当中毫无疑问，从一开端，去此西方十万亿国土，那个时候他就说就有一句话，愿往生，愿往生，对不对？就在这里面了。但是他没有到时候，他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凡夫的众生，我们讲那个信息的传播是线状的，点状到线状，你不能速，更不要说团。但善导大师，你看他每首偈子里面，他前面加两句话，愿往生，愿往生。他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一直在呼唤我们。他从一开头说去此西方十万亿国土，然后善导大师在旁边敲小锣了，愿往生，愿往生。有世界，明月极乐，他也敲小锣了，愿往生，愿往生。这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意思非常明显的，你要读这个有意思的，要搞这么重复干什么？因为每一个字里边都有这。所以四十八愿意愿也，每一条愿都是第十八愿。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意文字都说愿往生，愿往生。所以文文句句理相同，都是有这个，他不会把它丢掉的。所以每一段的最后都说众生众等清心愿往生，手之向化常供养。这两句和前面愿往生愿往生是合拍的，它是个固定的格式。前面愿往生愿往生是释迦牟尼佛的召唤，愿往生愿往生，最后两句代表我们答应了，我众等清心皆愿往，手之向化常供养啊，就听懂了。那这中间加的文字呢，是对经文的解释。
所以这样你就会觉得善导大师他这种祖师，这种弥陀化身的祖师解释的，这是一字一句不可干，不能加减的。哪人说多了，哎呀多了，搞重复了。好，我们看下面的补充啊。善导大师的赞记呢，我们简单的学习了一下，对于这段经文的意义是非常广的，所以我们就要多展开一些讨论。本经啊，总共有三次真实名义。第一次呢，就问国名，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第二次呢，就这里的，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啊，问这个佛名。第三次问的是经名，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三个问，那不是一般的问呐。这三问都问的名字相关，国名、佛名和经名，显示啊，这是一宗的极要。最极点极端重要的地方，特别标示名字真法界，名号度众生，这两句话呢也留在这个地方底下解释啊，看这两句就可以了。刚讲过了，有的时候也不是解释很多，说名字真法界这五个字你要解释起来真的是得费一番口舌，但是你听起来也似乎不懂也懂，就是好的意思。哈哈，诸佛境界甚深密藏，无可说事，唯有名字。虽然讲了这么多的经文，其实也是用我们这世间的语言，那真正说起来诸佛境界啊，没办法说，只有显示他的名字，所以名就特别重要了。那么像诸佛菩萨，诸佛为菩萨受记的时候，你看《法华经》啊，受记品，他并没讲很多，就简单讲啊，某某堕多少劫之后要成佛，号某某某啊，什么一切沙门光如来，号花光如来，国名，你国家的名字叫什么，劫名什么，完了再接下来第二个某某人就说了。因为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实在是没办法说，只能把国名啊、佛名啊、劫名说出来而已。第二，我们翻过来七十页，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故名阿弥陀。前面三句是赞德，后面一句呢是劫名。这四个字虽然很简略，但意义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先说无量这两个字，量有四种，这里讲光明啊，主要有四种量，有实量、空量，实量就是时间，时间的久暂是实量，反正活100岁活200岁活50岁，这就是时间上的一个量。有空间上的量，就是所谓的远和近，100里、10000里、外太空、100000亿国土。那么速度上也有量啊，多快多慢称为量，能力上也称为量，我们讲能量，能量它有什么样的能。所以量呢，这里讲光主要有这四种量。那无量呢，也有四种无量，一个是没有限量，圆满的无限的，再一个超越数量，你不能说它是大还是小，是远还是近，是强还是弱，你都无法说超越数量，不在数量范围之内的。一个是不能测量啊，没法测度，这也是无量啊。第四就是不可思量，说不能测又不能数，它无限，我总可以思啊，思量也不行，这是不可思量。然后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就是无量啊，这四四就16个无量，其实无量的无量。
这个无量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有量的世界当中，而且我们起心动念都是重量，我们的心总在比量人家，这人是好啊是坏啊，这个好坏你肯定有一把尺子啊，这个尺子虽然没刻度拿不出来，你心里面是一定有的，哎，这人不行，他怎么不行，你在量他。美丑善恶，我们所谓的一切，我们这个人啊，哎呀，每一个人都是大地测量员，到哪去都拿个小尺子，跟谁都要量一下子，小尺子套一量，不然你不讲话，量完之后再开始讲，哎，这人不行，他也量过了，不行。然后学佛法呢，也是小尺子一掏来量，可是阿弥陀说我是无量，你没办法量啊，小尺子乖乖的放下，他就傻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学了。所以最后我们的经验世界完全是太陌生了，所以遇到光明无量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张口结舌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说什么不是都是量啊，这个量你个数量讲什么不讲数量呢，买菜买几斤你说无量你不开口，你说没有量鞋怎么卖给你，对吧，然后多少钱一斤也是量啊，你长多大岁数也是量，那我讲的我不知道，傻乎的，对吧，他都是有个量，要有度量啊，这个企业生产还有产量，做的东西好不好叫质量，多少就是数量，好坏就是质量。然后你在这个公司在家庭在这个单位里边有多少分量啊，是小人物没有分量，大人往里坐就晃就是有分量，就是你都是量。这个人心量大不大，心量很大，心量广阔有心量也是量啊，这个人很大量。这个人很有气量，哎，这人没有气量，小小的，心眼小，这也没有量啊。吃饭呢还有饭量，喝酒还有酒量，你什么都有量。天上下雨还有一个叫什么雨量啊，河里流水还叫流量，现在哪里就这个在这个世界啊都是讲量。说恒河沙没有量，恒河沙也有量，一恒河沙、四恒河沙、六恒河沙啊，都是有量。所以我们在这个有量的世界当中，有量的环境思维，你要去想阿弥陀佛无量光明，你没办法想。所以这个彼佛光明无量，这一下子就把我们罩住了。接下来说明照十方国无所障碍，这个照十方国就是说它空间上的无量，无所障碍呢是指救度众生能力方面的无量，那么时间上的无量呢就让给无量寿再说了，还有速度上的无量呢其实包含在空间上的无量当中，等会儿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说明。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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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